今天我们要来教你如何让本来就很好玩的 Overcooked 变得更加刺激，更加 fun。Overcooked 这个游戏，如果一个人玩根本就会睡着，两个人玩会撑得很辛苦，最好呢就是四个人，一定比两个人来得更嗨更爽。这个时候就要怂恿身边的朋友捏捏要他买。歌声高范，你好，我是 Catherine。 谁啊？买多一个了，很好玩的，真的是很好玩的。你有看到我在 on M？ 你知道什么是规矩，什么是体统吗？优选高范，你好，我是 Catherine 凯西。你买了，现在上网买，今天订明天就到了，我求求你了。有一个智能较低的朋友，可以为游戏增添无限乐趣。它的功能就是被责骂、被白眼、被责怪、被谴责、被嫌弃。平时工作上、学习上的压力，又能够从中得到纾解，更能增强另外三位玩家的团体精神，棒棒哒！平时做人都已经够懒惰、够 loser 的你，来到玩游戏，怎么还能允许自己继续的得过且过？做好战略，确保自己动作灵敏，在朋友最需要的时刻给予援助。拿到三颗星的时候，你才知道人生是多么的有意义，多么的有正能量。最大的难得像一杯酒，像一首老歌。你得努力打工存钱买一架游戏机，再努力多一点点再买了一个游戏袋子，然后才确定一下你真的有三位朋友愿意跟你一起玩呢。其实你根本没有朋友。